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象棋的年终大戏，也就是第四届碧桂园杯全国冠军邀请赛的精彩对局。这个比赛呢，大家这一听名字就知道是谁独家冠名赞助的了，是由这个著名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房地产企业啊碧桂园集团呢冠名赞助的。本次比赛呢，也被称为这个象棋界的奥斯卡，因为这个奖金呢，这个是最高的啊。个人呢，这个奖金呢，从这个最开始的50万，现在升到了啊个人冠军70万。那么最终呢，是王天一呢，这个取得了这个大奖哈。当然，他也有非常出色的这个表现。那我们选了一盘呢，这个决赛当中呢，就是说的分成了两个组，每个组呢取了两个人呢，冠亚军呢进入了这个四人的双循环决赛。今年的赛制也是有个改革，对，然后从预选赛的两个组中选出两位那个棋手，然后在决赛的时候是下六番棋的这个循环赛，也就是说的双循对，环啊，双循四个人。环。那么最终呢，王天一和赵昕昕，还有郑惟桐，还有许银川，这四个人呢，这个从 A、B 两个组当中呢，获得了冠亚军，进入了最终的决赛。那王天一呢，又在这个决赛当中呢，最终以两胜啊四和的成绩呢，获得了这个冠军。当然呢，我个人觉得，我觉得还是单淘汰精彩。这个比赛呢，就是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当然这是一个综合实力的考验。但是有可赛能呢，制就是不说，同。比如像王天一这一次比赛，他前两盘进来获胜，他后边就不需要怎么赢了。可能一和到底就是冠军了，那么我觉得这种大奖赛啊，当然两个人单挑的，你可以下多局制，比如说四番、五盘、六盘都可以啊，三盘以上就可以。对，像今年的个人赛的赛制就比较不错，就就是说是的，更综合的这一个较量。对，像这种大奖赛呢，我认为这个单淘汰呢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啊。我们边说边聊啊，这盘棋呢。两个人是在第二盘啊，也就是说的四个人进入决赛以后，第二轮啊，两个人遭遇的这么一个场景。王天一呢和赵昕昕呢，这个两个人呢都比较呢啊能杀，但是风格呢又略有不同啊。王天一呢应该说这个比较冷静啊，这个综合的能力也非常强哈，这种。现在的这个王天一，这个能磨的这个功夫也比原来厉害了，这样，因为这个本次比赛当中呢，这个第一循环啊，就是第一轮，这个王天一呢对阵这个郑惟桐，就是多了一个兵，两个人下三马炮，对三马炮的残局，那么王天一最后还是走得非常的精准，把这个郑惟桐呢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最终郑惟桐呢也是败下阵来。当然，个人赛我们原来也给大家介绍了。可能是由于这个赵昕昕啊和这个郑惟桐啊下到了最终的决战，两个人体能都是啊比较透支啊比较然辛苦。后主要碧桂园比赛跟个人赛的时间有点距离有点近，对，衔接的比较紧密，还没有一个很好就的那调三整。五天，两个人调整不过来，所以说这个作为棋手来讲呢，不仅需要有好的棋力，这个体能也非常重要。那双方仍然是走的这种走马分河啊，两个人马上就对攻起来，马八进七，车第进一。一。这个棋呢，这个应该说这个赵昕昕啊，个人赛也下了啊，他可能又改进了，而且他平时下的也比较多，看来对这个布局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我觉得赵昕昕她即使拿了后手棋啊，还是有一种积极进取的这种态度。这个走马盘河还是感觉他是率先挑起了这个战火。这个其实这样就说的，或者说呢，他可能对这个走马盘河研究的比较到位，或者说自信比较到位。因为从平抛对车来讲，也应该说也是比较注重平衡的。当然，这两种走法呢都可以啊。这路变化呢，就是容易呢这个引起激战啊，为这个喜爱攻杀的选手呢更多采用。那王天一对面这个局面他怎么走？我们来看看啊，他兵五进一。他还是走这种传统的啊，卒七进一去二反攻击，四。黑方再卒七进一，
对，然后 B5 进一。那么黑方先吃硬马再说啊，红方再B5进一。补士，车四退一，然后车一平四。对这个棋呢，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了。对。在以往的对局当中，应该说下了很多。大致呢，红方有什么补士啊、兵五平四，兵五平四走的最多，赵鑫走的也很多。反正他先走后走都走，他先手有时候走好了还赢过对手。对，补士。那黑方只能反一将，然后红方呢走十六进五。十六进。黑方这个棋呢，就是走的啊，要刻不容缓，不能软。车八进六。车八进六。红方下兵，兵四进一，黑方这个时候呢就不能逃炮了。对，逃炮呢，炮五进一长一步，就是最早也有人下，但是红方这个再下兵，红方的动作呢要快，兵比较快。对，所以这个棋，黑方后来经过这个反复的啊研究呢，就是采用这么一种弃子的方法，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容易形成呢，红方呢多一个子，但是要受一些攻击。并且黑方这个卒呢比较快，你马七退六，黑方再卒进一，将来他一个是有机会向你靠，他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拱你个象，对，再撞你个士。红方吃一个子，但是受攻，对，受攻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反正你要平中车呢，他将来那个车可能还在点，再点过来，车再点过来，这路变化呢，总体来说呢，就说的双方也是轻车熟路吧，应该说各有顾忌啊。红方稍好一点，但是掌握的难度也很大。双方也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局面。嗯。本局当中呢，这个王天一呢，应该说是继续大胆的这个进攻。我觉得王天一就是说的，他下起棋来呢，就是说的，有时候这个拼的精神啊，也是令很多选手呢这个敬畏的啊。就是说他也许并没有那么深的研究，但是他就是敢走，啊。他走了一个十六进五，这个棋呢，他可能是研究的赵鑫走炮八进七，我估计是因为在以往的对局当中呢，赵鑫就是多走下底炮，对，那就并且还一个对攻的一个局面，对，并且还获得了不错的局面，因为赵鑫呢直后手赢过王斌一盘棋，啊，对，他车四平三呀，他就炮八平九，然后你吃他就车在点上路什么，对，这个底炮的危险还是。就是威胁还是挺大，但是到底为什么赵鑫鑫不走了？嗯，这个也是不得而知啊。是啊，这个可能又形成这个专业棋手要探讨的问题了。对。那实战当中呢，黑方没有走炮八进七，他走了一个炮八平七。对。那整个这个双方的这个方向又变成另外一种格斗了。对，红方就是他走的车四平三。他是没有飞边象啊，这个飞边象呢，他可能觉得怕是背着车八进六哈，对，领先了一步棋。然后就是当对方平炮的时候，红方先车平三盯住他，对，反正你这个马三进五，对。不过这个正好这个车位，这个以后随时有马三进五登兵的棋，登兵的炮八进四，反正他也占优。对，目前倒是不能马三进五，这样他对马三进五的还吃炮还丢着，而红方这黑方就是。先点了一个车，不是他先出的将嘛？他是先点车，他没有。哦，他吃兵时出将。对，我看到这个棋谱上写，他退车吃掉。对，可能你如果现在兵五平六将，他可能再炮七平五还一个。反正你早晚要吃一个兵，对，你要飞不齐，那他这个时候出将。对他这时候出将，就是为了将来有马三进五的机会啊，走到比较这个相对比较生疏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一个局面了。嗯。然后接下来呢，红方走了一个炮八平九啊，这我想可能都是临双方这个再重新审局，他俩走了一个车八进三，他想把这个过河平的消灭掉。对，这个棋呢，应该说红方呢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了哈。因为黑方呢这个棋，毕竟老将出来了啊，动作太慢了，红方还可以正好调整这个。借此机会吧，调整这个车以后也可以顺利的出来。另外，这步吃兵呢，黑方还可以考虑有这么一个动作，下底车。哎，可以呢，这个把红方这个阵型搞乱。如果你将我，我车四平三，平车，你平五平六再将，
我在金匠。在金匠，哦，这个底项切手旗啊。对，你如果你炮了平五，再将我。再将他可能还是出将吧。他就可以炮了平五了啊。哦，再还中炮还挺灵活的方法。那胡方这个马，这个也还得回去。我就马七对六呗，回来呗。对，还得回来。然后他再车三平四，再捉。车三平四。对，因为这个棋你不能兵六平一，他马三进五就快了。对。啊，他车九平八把他吊住，这个棋也是红方略好一点。啊，你吃兵，我在马六进七跳出来。跳。但是这个棋呢，就相对来讲呢，这个，黑方呢，获得了一个较为平稳的这个啊稍差一点的这么一个局面。红方的这个。我们就是说。子力位置要好一些。选这么一个变化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黑方有这样的，啊，走法是可以考虑的。那他实战当中呢，黑方就直接车八进三了啊，他想把这个兵呢消灭掉。对。这个地方呢，王天一呢，这个临场呢，他走了一个招呢，兵五进一。比较凶啊，他就上来就准备继续这个谋子。对。看着的时候觉得，就是看着很凶。对，当时看的这个车八进三就不理解，你不眼睁睁看着他红方这个兵五进一，这个冲兵嘛，而实战也是这样子的。嗯，对，但是实战呢，这个双方的这个回合呢，这个也值得这个回味啊。对，因为首先呢，红方第一个应该是马七进八，他不理他，就是跳马这个变化。我第一个要兵七进一，第二个还有马八进七啊，这个手段。那就先要按原来的。在马八进下步棋有炮九进四，马七进八，打边兵跳马，就这个棋比较复杂啊。黑方呢也可以考虑走炮七进一，炮七进一，对对打，因为他有炮兵你打，那不正好退马有一个登双吗？那他照打不，这个棋我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说他如果炮九平六将，平炮将，炮九平六，平这个，对，他就可以砍掉他。哦，这样子，砍掉他马七进八给一将，跳将。上将，哦，直接上了。对，直掉这个棋就也非常接，然后他再跑平棋。这个棋就是说黑方呢，还是可战的，哦，因为你躲开，这个，我就打你将，你只能上将了。将你要支持，我就炮七平九了，我就很厉害了。对，车双炮。你上将，我就马五进四，跳马。对，将来我这个八路车还可以再点。对，胡方两个车还这个车还没有出来战斗。对，这个棋就是黑方可战，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棋呢，你如果马七退五，退马，我就硬炮平你打你，还是平炮打对打这个车，因为你砍我不行，我吃了你，我将来双车可以连上，那红方失先了，先手，那他可以蹬掉，你打掉，他再马六退四，蹬掉，对，这个棋红方也不能飞边象，飞边象太慢了，对，正好有一个解救的方法，对，这样呢，就是说必然要换炮，换了炮以后呢，还是红方多一个兵呢。对，明显呢还是主动一些啊，毕竟有一个兵的物质力量。这个变化，呢应该是比较正常的这个变化，就是说双方发展下去呢，可能是红方呢略优。对。但是呢，可能临场当中呢，这个王天一突发奇想，觉得你敢捉我的兵，我为什么就不能下去直接争取吃你的子呢？对啊，这冲兵还是挺狠的。你这个炮一走，我兵再冲一个士。对。这样你士象不全的话。对，但是这招棋呢，却是一个啊比较大的漏招，哦，这个大家可能开始都没有想到，就连赵欣欣也很这个想不到王天一会出这么大的漏招。对，啊，是啊。好，那个稍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这个精彩的对局啊，它到底漏在哪里？好，待会儿见。好，各位棋友，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来，大家一起共同欣赏呢，是去年啊碧桂园杯，全国象棋啊冠军邀请赛当中的精彩对局。现在对局的双方呢是红方王天一对阵黑方的赵欣欣，这盘棋呢是在决赛这个循环赛阶段的第二轮的比赛场景。红方这步棋呢走的是兵五进一，想强得一子，但实际上呢这招棋啊。应该说是一个坏棋，因为黑方呢，只要走出来这个炮打底象就可以一举获优。炮打底象，看一下变化。这个棋啊，前两天我在跟那个柳德华刘老师，我们两个，还有这个陈立纯啊，还有这个中国棋院那个象棋协会的
杨采毅老师，我们几个访问美国，就是还说到这个碧桂园的比赛，因为刘老师也参赛了嘛。对。后来这个刘老师也说的这个棋他们两个下的是真怪，说这盘棋他走那么大的坏棋，赵新居然没有找到，说的这个有时候他也看不懂。可能这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这个棋呢，如果这么一走啊，红方这个计划就等于是全盘失败了。对。当然说我们也要看一下比赛的历史的这个环境啊跟前景。对。啊，这一轮比赛呢是这个决赛阶段的第二盘。啊，在预赛当中呢，一共16位选手呢，啊，15位选手。对。就相当于16个人嘛，分成两个组呢，各取两个人。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许云川、赵欣欣、王天一还有郑惟桐进入了决赛。开始呢是在酒店里边的赛，在碧桂园自己的酒店里边。对。那么第二阶段比赛呢，又恢复了这个五羊杯的这种传统，就是说，大家把这个比赛呢，决赛的场面呢，移师到了这个广州文化公园。哦，这样子，那肯定有很多棋迷在旁观。晚上每天7点开战，很多棋友啊都去现场去观战。对，那个赛员啊是坐在这个台子上的。他要受大家的这个万众瞩目啊，所以他人会兴奋也会紧张。那就真的跟这个在这个饭店里下其实不一样，在酒店里。是的。对。应该说在酒店里肯定是比较安静，更怡然自得。在那个地方下着可能广州还又略微有点冷啊。对。因为呢我们去这个美国访问呢，我们第一站呢是到了这个旧金山，也就是三藩市。那个三藩市的这个象棋协会的会长是叫这个苏比站老先生，他本身呢是从香港这个去的美国啊，他呢就是为了这个碧桂园的比赛啊，他就专程飞回香港，然后从香港去了广州，去这个碧桂园的现场呢观战了好几天，最后他说冷得不得了，把他身体冻坏了，60多岁的这个老人家了，这个还很关心这个比赛，确实吸引很多眼球啊。所以说呢，这个要在外边的环境当中受大家的这个检验啊，这个难度是大的。对，而且就是广州啊，这个是象棋，这个非常就是非常好，就是这个氛围非常好，氛围非常好。对，所以说肯定有很多棋迷在这观战。对，如果按照这个他们后来实战这个逻辑下，就可以下到这儿，那黑方的车三进二就厉害了。车三进二，为什么呢？它有一个堕士的大头弯心，有一个杀棋，这个棋就是黑方呢明显这个大占优势了。那么后来这个棋也下成类似这个局面，但是呢它生生就多了一个象。对，所以红方就不能车三进七，不能车三进这个棋很麻烦。红方能不能车三进四，就是先这么长起来，你要平车的话，这样来不及。对啊，马三进五。是啊，对这些棋，他有车八平四的这个手段。对，车八平四，如果你车三平五，他马三进五了。马三进五太厉害了。你这个棋就得强行弃车了。对。弃车，反正你没有赢棋，只能是全盘去求和，求和还有难度。求和有难度，因为你这个失象的位置不对哈，就车还没出来。对。因为这个，他留下一个兵，你就有难度。所以说这个棋呢，如果这么走的话，他只能炮九平八。再回来啊，他车子平三一压，然后他再马七进五，他如果马七进五，人就车三进二点你，下步车子平四把你锁住。这个棋红的没办法，早晚要丢子，就是这个棋只能把子再送回去。就这也是一种下法吧，就是说你这么走，人家对方的车三平五吃，你是少象，就是王天一这个棋呢，那反而要苦守了。对，很难。但是我想，可能正是王天一的这种勇气啊。威名之下呀，这个连赵欣欣也是错过了这个战机啊，这个也是让兵五进一，还是胆量挺大的，一招人胆大，这个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气势啊，就是能给对手也制造很大的压力。我想这盘棋王天主要赢在气势上了，因为在那个进入决赛以后呢，这个第一盘棋啊，这个王天一对阵郑惟桐，就是在形势呢只略微占一点点小优势的情况下呢，愣把对方磨倒，下了100多回合。
啊。哦，那双方也是一场苦战。对，当然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赵欣欣和郑维彤这个体能呢，在个人赛上有很大的消耗。对，因为这个王天一呢，32强进16的时候就没进去，所以他就过早的离开了赛场，能更好的准备这个碧桂园比赛。对对。嗯，那个听说这个王天一输了这个个人赛以后呢，可能就是，自己就晚饭也没顾上吃，就说他觉得很那个，就是很难受吧。就是对，听他们队的这个教练说呢，就是拎着行李就马上这个，就是离开了这个长沙，啊，所以说可能是专心这个准备去了。当然说天一可能这个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啊，另外气势也足，啊。当然说王天一呢，这个第一盘棋本来也想给大家宣讲，因为那个盘棋啊，始终双方接近均势，下到最后最后，王天一才取胜，那个招法太长了，半个小时肯定讲不完，那个应该要讲的细一点，应该讲一个多小时。对，而且这个变化真的太复杂了。但这盘棋呢，就是说双方质量呢，当然说的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嘛。对。但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还是下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啊。对。这个开局这个变化还是挺，对，也是挺这个。他走炮兵打了，对，他直接打了以后呢，就是走甲了，让对方就白吃了。他这个棋的，他准备忽略什么呀？我赵欣可能觉得有这个棋，他以为他不敢吃炮，那他砍炮吗？砍炮，他下午平六套死一个炮，正好把车给这个打死了。对，套死一个车以后呢，必然你要一车换一炮，对，那必然形成我净多一个大子的。对，他是一车换两个炮，他这只能一个车换一个炮。那他不能车八平四，只能车四平三。对，这时候红方是马七退九。对，你看这个差一个象。对，如果没有这个象的话，车三进二，正好有个车三平五砍士的这一个杀法。他现在也是车三进二。对，所以他实战车三进二，红方正好可以平炮了。对，你车三平二再压那个马没用，他退车，可以马九进八跳上来。对，所以他就车八进三，被迫点这个线，他怕他将来车退回来，对，然后红方这个时候呢，王天一走了象七进九，其实这个棋红方还有好棋，就是他不走这个飞边象，嗯，他可以直接马九进七，直接跳马，啊，当然这个我们也事后呢经过研究看出来的，正好也不能吃马，吃马有个砍炮，对，吃马我砍炮我就多子胜了啊，对，你只能车八平三平车，这个时候我出一步帅，我用中炮去保住他，那他可能是只能上马，我车三退一退一步，车三退一。你要是往上上的话，我马车三平七把你兵砍了。这个车杀通了，这个对车杀通了，我一杀象，这个车再亮，对，你就杀不过我。对，啊，你把子吃过来也没有用。对，这个队伍当中红方速度明显快啊。嗯，你要是走马五进六不走，换掉，我车三平五，逼着你去吃我这马。只能再打。对，反正你不打也不行，不打也是烧死。车三平五，然后平。炮平三，这儿呢看着双方是平子，但是红方这个进攻速度呢太快了，红方的位置好，啊，嗯，这没办法，只能15进4，那他车有马一出，出车，下步棋车六进一也是杀，还有这个八路车啊，这个长起来，嗯，这三个子在这儿反而没有威力，这个七个炮呢我就白吃呗，也是白吃了，你将我将我大不了上三楼，上三楼挺安全的，对啊，上三楼你这个车两个车。来不及这个展开，对，我就车六进一吃这一吃就把绝杀了，对，所以说马九进七呢可以造成这个速胜啊，哦，这个可能临场这个王天一呢也没有想到吧，对啊，对，因为这个棋啊王天一呢他可能走得更稳健一些，应该说头一天这个跟郑维彤啊，嗯，这个大战呀，啊，嗯，也是比较辛苦哈，啊，毕竟这个是他飞边象绝顶高手，这个一对一，但是王天一呢还是非常想赢下这盘棋的，因为他觉得他也很清楚，如果在前边，嗯，啊能够树立两盘快棋慢棋的优势，对，后边人就很难追了，是，尤其这个果然是棋手这个水平都非常接近，就是王天一在赢下这一盘棋以后，对，后边的四盘棋他联合四个慢棋，对，最终就是轻松的呢就是啊占领了这个冠军的这个宝座，嗯，应该说，这个他先赢呢也非常价值高啊，因为这个慢棋你很难去追啊。高手水平，嗯，所以太接近了。所以唐丹，我刚才跟你说，要是单淘汰的棋，就是最后一天还会很激烈。
就是每天对于我们棋迷来讲，对，都很激烈。每天就是两个人的分手。你可以两个人下，就是说你半决赛就两个人下两番或四番嘛。对。实际上总的天数可以让它一样，但是呢，可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淘汰的，因为冠军亚军呢，总是要最后一天产生。对，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更刺激一些。对，不过他这个4个人的人数更多一些，这个循环可能也是另一种考验。是，当然说这个比赛，他这种赛制也有他的这个优点，但是就是容易造成最后一轮或两轮了，这个棋没有那么精彩，可能精彩度差一点。对，就黑方是走车八进三。他点这个，然后他是飞的边象，飞的边象，他比较稳健吧。他想以后退马九退七回，他就算平眼不让他回来啊。对他平车。啊，好，我们要讲快一点了。哦，没有，他是走了马三进五跳上来。啊，马三进五。对，然后他车三退三。这个棋最主要就是他这个，子车三得不回来啊。他这样就想要困住这个车马吗？他把它打掉哈，换掉。来，向进，我们摆快点，时间不多了。向西进五。哎呦，象棋进五，忙中出错。对，象棋进五，象棋进五一飞，然后平炮，炮六平三，啊，炮六平四，平四，然后去反正最后吧，就是双方在这儿走了半天。对。他走来走去啊，就是说的，他是走炮六平二哈。对他，他这时候还是挺考验。就说的他双方呢走了很多回合。对，又炮二平三。哎，然后车八平六，他也车八平六，他要上马，反正最后走来走去呢，他还是。等于是走到这个位置哈，对，他炮二平四，双方走了很多回合，他跟住这个炮，不希望他炮四对一打这个车，就说这红方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马解救出来，对，解救出来这个棋就是红方多子胜势，对，如果走不出来呢，就是不好赢啊。好，我们可以摆快一点，实战也是成功的这个解救解脱，马五进七，车五平六一将，车五平六一将进将，炮四平五，他先来一个中炮牵制你，那他先出了个将，应该是先摆中炮吧，摆中炮。然后他车六平五，他是先出的将，他比较隐蔽。我感觉出将是否考虑这个有个车六退三？对对对，他也是多了这么一个选择。对，但这个棋黑方还是应该卒一进一或者车六平一顽强一点，他去把马七进八走的位置就更差了，可能更偏一点。终究红方还是有退车退车啊，对，就是红方多子这种优势呢是不可动摇。这时候红方走了一个非常妙的一步棋，对，因为下步棋他要车进三捉你。正好有个出车，他没办法，只能车二退二回来。对，这样这个马呢，自动呢就解救了。对，解救出来了，他正好跳，这样子就下长了，就是红方这个多子的优势呢，已然是不可动摇了。他车五平九，他们这时候退马，在倒马。好，那我们就把最后的招法给大家罗列一下吧，就不用细讲了。就是红方这个棋呢，他也不怕对车，你对了车呢，他是马炮。你这个单马也很难去求和。好，那他正好这个子力正好就都出来了。对，红方吃了一个兵以后就够用了啊。对，好，我们把最后那个几步给他摆下来。九平一。好，那可能时间来不及了，那也没关系，反正最终呢这个棋呢，红方呢是多子呢取得了胜利，当然后来呢这个赵欣欣呢不愿。那么造成以后呢，形成了一个快速的杀法。对，但是这个局面已经最主要他少子胜势局面。那么在此呢，也恭喜王天一，在2015年呢，这个收官大战呢，最终取得了这个奖金最高的这个碧桂园杯。对，也感谢碧桂园哈，这个这么优秀的棋艺，能够一直呢，支持关心好的观众朋友们，在此呢又是陪伴了，我们朋友们再见。好，再见。